起来又是新的一天，今天带我妈到医院里办理出院手续。我们在这里等一下医生，因为刚才看到医生去了另外的一栋楼。好，医生来了。医生说直接到收费处来办理，这收费处还排队呢。这又是我们那里的一个熟人，我妈跟他聊天，在也是咳嗽。其实真的是有很多老人，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老人。这也是老人，看一下输液室今天人怎么样。方瑞熙，爆满。现在像农村乡镇感染的人太多了，真的是很多老年人就只能到医院里面来，扛不住了到医院里面来。来来来，交一个钱。办理好了还是挺快的，今天补了10块钱。上一次办理的时候交了300块钱，就是总共花了310多块钱，应该这是报销完之后的啊。出院手续已经办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回刚才在路上的时候啊，其实我接到了小泽奶奶的电话，小泽奶奶说是都走不动路了吧，估计症状好像又重了，说是也要去打针。问我什么时候回，那我就只能把我妈送回去了之后，我就返回婆家，看看小泽奶奶是怎么回事。小泽奶奶也要送到医院去打针。走之前呢，我带我妈妈再买点东西，因为我走了之后的话就再也没有车子能到镇上来了，所以趁这个机会把家里需要的东西买一点回去。今天可能下来的比较早，刚好有卖猪血的，我妈看到了说买点猪血。好，走吧。马亮，我一会儿把你送回去了，我到庄上回去啊。他来才想打电话，你听着来，他说他走不登楼就来，估计狠着点儿。是的，反正这两天老汉都照顾，反正我吃点饭的，手头饭的强点儿，好点的。你回去照顾你妈，你妈走不登楼来，我可不丢你啊。我晓得，那他那走不登楼，那是难受。家里还有小孩儿。好，我们一会儿都回去。好了，我们回来了。啊，我妈算是出院了，还有点咳嗽，现在在喝一下那个医生给她开的药，慢慢的好吧，让他们不要在家里不要做事情，不要再去砍柴了。昨天我在家里说是车子好脏哦，我们刚好门口不是有水池子吗，说是想把车给冲一下，谁知道我一回来我爸就把管子给我接好了啊，爸给我洗车子，那个水龙头就用管子接着在。我爸找了一个毛巾，他给我擦擦蹭蹭。哦，爸让我来洗。有的地方太高了，需要拎个椅子。过来人，我也把手套戴着，我也来洗。还没自己洗过车嘞，我爸还亲自给我洗一擦，好脏啊，好脏呗。嗯，妈还弄水一冲，对，一泼，就那个透一道吧，透一道把那泥巴啊，那浆到这的。还有我舅舅跟视频啊。啊，舅舅要看奶奶呀。哦。嗯。接了吗？啥？嗯，他接了哎，接了奶奶，我要看奶奶。接放下吗？接放下了。哦。洗车洗着洗着，这边放起了鞭炮，然后又有送葬的队伍。听我爸说，昨天早上我们这里有一位老人去世了，然后他们家的后人就回家了。这回老家的每一天真的都没有断过，老人去世，愿老人一路走好吧。我爸已经擦了2-3遍了啊，说这好脏啊车，师傅问我是不是好久没洗了，我把内部的垫子都拆出来了，
这个今天洗肯定是干不了，待会儿把所有的垫子都给擦一下。这是主驾驶的垫子，好多灰啊。我在这里敲垫子，那几个大公鸡吓坏了，躲到窝里面，在那里头不停地摇摆，在那里观看到底是发生了啥事情啊。这个脚垫我就用抹布把它擦干净了，这样就不会把内部打湿，擦干了晾晒一下。现在我来清理后备箱，难得有这样的场地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扯出来再重新整理一下，不然这个后备箱永远都是乱糟糟的了。就是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车真的是很脏，灰秃秃的，现在变成白车子了。好了，这个垫子我爸也给我装上去了，车子焕然一新呐。趁我们洗车的功夫，我妈已经做好饭了，吃完饭出发。我妈就说是不要在这里紧耽误了，早点回家。我没洗车，我妈就在炒菜，好香啊！吃饭了，拿菜了。我还蒸了一个鸡蛋，香喷喷的鸡蛋。我妈炒了四个菜，加一个蒸鸡蛋，一个莴苣片，一个芹菜炒肉片，这是我们今天买的猪血，凉拌皮蛋。哇，又是锅巴饭啊！啊。还能吃饭，狗血！这也是还吃的，吃的豆子。五块就八，五块就八。八鸟等，慢慢鸟。它咬了，这些都咬了。哦，香香的哦。嗯。好，给我爸来一点。好。嗯，吃饭吧。我不咱慢慢鸟，鸟了等啊。不然你爸吃不行。这要么它就开的身体全都是板的哦。嗯。等你呼吸吧。这种大凳子，把你呼都在那儿。哎呀，有好长时间了。那一般进是开的人。嗯。他家的饭最不卫生的，我那看到一个人洗撑啊，你那一盆撑哦。那两个半盆儿水洗一洗。嗯，那来大门也在卫生间打哦。啊，都在卫生间打呗。也今天打一个星期，我估计才得好。我吃完了。其实我吃的最慢啊，我爸跟我妈吃的比我还快些，因为我是满满的一碗锅巴，还蛮费口牙的。俺们吃饱没？吃饱了。爸，你吃饱吗？吃饱了。吃饱了吧？吃饱了才。哦，妈，连我吃完了，我都那个啊，我都不玩，我都那个，回去。要得，你回去吧，小崽在家里，晚上来也病了。嗯。嗯，还要回去照顾。我还回去验药物。嗯，是的。回去一模糊的事儿。嗯。嗯。嗯。好，我把碗收他一块。好，要得。车子我把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，妈来我都走了啊。好，要得，开慢点啊。嗯，好。嗯。你们在屋里摸那个啊，摸怎么说啊。好，我叫爸上山去出差，你等过一段时间着。嗯。这是刚才路边上带的一个姐姐，她要去县城里面。谢谢 不用谢。顺道把别人带一下，估计是去县城里办事吧，这个点也不好搭车，他就在路边上招手，我就把他带了一下，差不多带了有10公里吧。特别能理解那种特别不好搭车但是要去办事却没有车子的人啊，因为我们原来经常就是这样的，在路边等车。干啥？终于回来了。你咋这么久才回来嘞？啊，过久才回来。打针就是打吗？我
马上打车，俺骑的车去，但是再给你认了，跑了来，认了。在路上支持你的，走，骑打车。这样上去啊？反正我才想上楼，他在支持你的。我准备去打。走。你去怎么死？开车送了，免得走了。我跟着。好，好多打针的。在哪儿啊？你们哪儿啊？一般应该是人来人往，人来人往，床位着好紧张呀，是近视，打针你咳嗽，你是一咳咳一片。我这有那个什么事？嗯，有那个合作医疗卡欠着用的。嗯，我看行不是，咱这事儿是走不得，这点没事走不得。我回来了啊，带奶奶去医院打针，看医生怎么说。开车去吧。走路还有点冷，堂妹也要跟我们一起，我让小德把堂妹带回去。小德不上口的，我早上起好早啊，好狠人呐、啊！他跟是靠这儿带的，带靠这儿。这些弄点肉回来，也是自己也身的才会。我们到医院了，这是到了，我婆婆家这边的乡镇医院，找医生开药。陈芳。医生在给别人开单子，在这边的输液大厅，我来看一下。一二三四五个人输液的，还是一样。医生先开了一个片子，拍一下肺部，看是不是有感染。完了之后的话。在打针，交费。来，进来，到外边说。啊？穿着衣裳说话的。拍片子，就是我觉得没必要拍片子，因为通过我妈的，就是那种经历来说，没必要拍片子，因为你打的药总是一些消炎药，但是这边医生要进行检查，看了片子之后再开药。所以还是拍一个片子吧，拍个片子100多一点点。说线有害健康，灯亮请勿靠近。这边医院还挂了一个宣传画，社交有序春常在，核酸无恙岁月安。做完心电图还说是要采血，采完血还要做心电图。哇，这边检查还真的是全方位啊。你这还做做心电图啊？心电图你走了吧，我还以为是抽指头的。以为是。哪儿啊？心里边。在哪儿？看你跟他这高上。往前走。那肺部有肺部感染啊？可以，有肺部感染，就打一针啊。嗯。这边给你开针打啊。嗯，就是打一针。最好连着打个3个针左右。